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如果家人没有选你，我跟陈丽老师两个，你会选谁？你好幼稚哦。不是，我想知道，你就诚实说没有关系。有点意外，我没有想过哎，我只想到王嘉尔。我没有发生没有发生的事情。不回答他。我只能选他。我没有考虑过其他的，我就只是想过王嘉尔。不是你不回答我问题吗？你干嘛要比这个啊？不是我好奇吗？番茄选谁我都会很开心的。你不想知道答案的。你们不要逼番茄了。好，我觉得他们有要理我们的意思。但是我不是跟他交流不了，我是你知道我在台上我很尴尬，我就没法说话。来来来，哇、wow。